欢迎一下各位，大声点听今天的粉丝在哪里。好，那或者是我们第二次担任 A 的时候，这个音乐院长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然后来了这么多的粉丝，我想要先问一下粉丝，都是新竹人吗？还是你们从别的地方来的？台北，台北，还有吗？桃园，桃园。那上次大家有去吗？没关系，也让你这次有来。那有没有从东部或者是南部的朋友？有没有？没关系，那等下大家可以稍微再互动再更热烈一些些。那先请如果跟观众们打声招呼，分享一下再一次担任我们 AIDAS 的活动的这个嘉宾的这个心情好不好？很开心，就是又可以担任我这很疼爱的牌子爱起来了的一日店长。然后上次其实在大家的时候，就是也是跟大家参与，但因为过了疫情，其实好像蛮早这边店就要开幕了，只是因为疫情又延到现在。那也很感谢大家，就特别疫情还跑过来，然后每个人都有戴口罩，真的是很棒，谢谢大家。疫情严峻，口罩戴好戴满。不免是要问一下，就是担任我们运动品牌的一日店长，果果平常有没有喜欢做什么样子的运动呢？我比较喜欢的运动是游泳，对，因为我很怕热，所以就是很怕流汗，但是在游泳水里就会觉得很舒服，这样。游泳可以增加核心嘛？对，然后也是力量运动的一种。对，就运动起来比较舒服。是是是。那想一想，请问果果就是最喜欢我们 AIDAS 这品牌的什么样的几个特点？可以跟我们各位朋友们推荐一下，为什么会买 AIDAS？ 因为它其实有分就是两种，就是纯运动的跟 Orange 的。那我觉得它其实运动的好处就是它真的是运动起来穿起来会很舒适。但是 Orange 呢，是我自己非常爱的，因为就是很喜欢穿搭，然后因为大家应该熟悉，我知道，就是我超多鞋。那我觉得 Orange 每次的衣服，就是我可以配不同的衣服来穿搭，然后都很好看。就是好穿好用又好买的这个概念，就大人小孩都可以。真的，所以大家今天记得全场记者买东西才可以跟果果合照哦。好，这是工商服务时间。工商服务时间，所以只有今天才有七七折。没错，只有今天才有七七折。好，我刚才已经挑了几套。好，太好，太好，太好。好，那想要就是因为现在我们。